现象啊！原来是安尼啊！你的身体就爱保重，你是啥物神器，会当守护灵魂？意思讲是讲，这个百姓就等于在咧拯救啊！你讲的话，我会放在心上。哇，黄昏古墓的，是你来对你讲啊？有建议？是啊，不要紧，你的事务。怎么办？公主啊，我坐迄种拢有公车。你叫阮生啊，人生是较大天啊。谁人有缘在此生，千古心啊，会让人。你醉啊！我想啊，为着你，心事来表示。好，本愿我走天来耍人间，你讲的话是乱我心肝。要我要怎？人家陪我是袂挑选好啦，人来当阮是女的爱的，我如今养成，我如今也无当过。伊对我来表爱，洗脱我放的情丝。你不是讲好要做爹爹啊？但是我心中有淡薄怀疑。我对你来痴迷，听伊在讲，我实在是超欢喜。我的产业在伊的心扉，也是对阮有介意。我无骗，哎呀，我喜上你心内是阵阵甜呀。主任，实在讲迄一家，互你看见阮双人，我是实实中间，毋知要怎样表达，我只安尼先讲，请你毋通误会。我袂后悔，请你心肝存我的心上，那呢，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了。真是的，但过这个代志，分数重大，应该跟我爹娘说明才是呀。这是应该呀。然后，现在分数那就口头约定，当然是口头约定。我了，我无答应。不行。点着了，不行。
我伫咧陪伴。坐到上面等我。